Ella. Ella. Ella, 来看看娃。 别不好意思呢。 来, Ella, 乖, 不怕。 不怕。 看，琳达是一直盯着他， 我天哪。 啊，不怕，我们俩，哪有躲妈妈后面了？指望你保护我们呢？去看看娃儿了吗？哦，那是什么啊？小宝宝呢？哎，琳达一直盯着。啊，不怕，又站妈妈后面。 那你好凶啊！啊，不怕。来啦，来。来呀，来。看靠近。来，来啦。看看媳妇儿，看看媳妇儿，看看媳妇儿。不敢靠近，靠都不敢靠近。看看，来啦，看看媳妇儿。是。好了。 你怎么那么凶？躲着走。 Hello Hello， 谁在拿另外一个对讲机 ？Hello Hello， 有没有认真学习 ？Hello Hello， 刚。 Ella, come. Ella, come, Ella. Ella, 来看看媳妇儿 ，Ella, Ella, Ella, 抱妹 ，Ella, 抱妹 ，Ella. 嘿嘿嘿 ，Ella. 凶得很，你盯着他。这是老大，老大头上一个小点儿。 老大是不是纯黄啊？你等一下，我看看老大是不是纯黄纯黄的。有点吃啊。嗯，有一点白的，但是背上是纯黄纯黄。你看，啊，背上纯黄纯黄，小脑袋，小脑袋，嗯，金黄金黄。走走走走，把你妈头。 拔掉了，谢谢。哦，又找到了，好聪明的，又找到了。哎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哎呀，把早餐扔掉了。先看家为准吗？不用 ，Ella 去了，不看了啊，没关系。哎，还是先看家为准，你看。 又担心崽儿又回来了，哎呦，当妈妈真不容易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琳达真的瘦了好多呀，你看。还是先看家，跑出去看狱警已经解除了，又回来看崽儿。哎呀，这狗狗真好。你看，把这个娃儿扔那么远。<笑>这个娃儿。 能不能再回去找找妈妈呢？二郎神，他能找到还能闻到。二郎神，回去。二郎神，你看，已经找到方向了，马上就回去。嗯，就回去了，很聪明。回去，回去。 眼睛都不睁开就能找到，服不着回去了。
等妈妈啊睡着了，等到妈妈腿了就睡了，她不爬了。哎呦，我去帮你看看，别让老师啊。